王子，我是你的芦荟芦荟大军里不起眼的，但是今天在你刀剑无梦 MV 发布的日子里，我有许多心里话想对你说。从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，仿佛有一股君临天下的大侠风范，还记得吗？那个时候的你，一颗傻白甜的少女的心冲击着我的视觉，一首《天涯》震撼了我的听觉，须臾间仿佛整个世界都寂静了一般。你说你喜欢歌剧，喜欢明月，喜欢化身孤岛的鲸，因为你的这些喜欢，我也渐渐学会了喜欢。我知道我们是两个世界的，也许一辈子就如仲夏之雪一样，从来不曾有过交集，但是遇见你是我这一辈子最幸福的事。也许我不知道下一站会遇见谁，但我的心里满满都是你。你现在好吗？想对着你的大眼睛黯然销魂，满脑子都是你。对，这就是你，我心目中的你。希望你在直播的道路上越走越好，希望你在音乐的道路上再创新高。你若安好，我们就好。王子在，芦荟就一直陪你，永远爱你的芦荟。